这弄多秘密，要拿出来干啥子？这个还有得，这要变的种子了嘛？红果。每样有点噻。这啥子？那个是刀疤子嘞。啥子刀疤子咯？弄成点过家子啊，两个了。哦，哦，这都弄多了嘛？这包谷，这啥子？你买些黄瓜。黄瓜。哎呀，这个啥子？十几袋儿。十几袋儿。也买的不少哦。哎。全部翻啊？全部了，那个番茄老要咬死下了，赶紧出去摘。这啥子？这豇豆儿。这包包拿我的那个豇豆儿。哦，这啥子？百宝谷。啊，百宝谷。你这好多种哦，一下全部弄啊。全部少的干嘛？那番茄要摘啊。我给他们走嘛。走，去那摘去。你要出去。其实我地瓜子要少种点儿，吃了上火的不得了。哪个说的？真的啊，我不哄你。这种子贵重的很，我是跟一个老伯子要的，我看到他种得好得很，我该要几个秘密。其实我都不买这个吃，一般情况下，你就喜欢吃这些。我喜欢吃。走，就点的这个了。哎。大的嘛，正好打出来。看看你打了，你干嘛？这花菜炒炒该给它扯一会儿喽，里面的鱼都干得不脏了。你看嘛，这些真正长的时候一干它就不长了。你看这我，哎呀，这我都开得开花了，开得吃了这种。我把这菜都扯了，等一下吃硬的。要的。吃回家去拿给那我吃。吃点青草，笨蛋都要打过的。这花菜弄下我家。他枝长那么大喽，怕不着吧？还要长哦。哎呀，前段时间干到喽，他枝着该死喽。硬点儿吧，还要长点喽这些。你看嘛，秧飘飘的，晒到太阳喽，没得雨水的，可能在这个地方不行，在这竹林底下，水气都吹不到，有水积带。这咱抬点狗狗办吧，不晓得吧？这个不晓得的，好菜呀。我中间开过箱箱就是。哎，这个不难的啊，鸡又凶得很。哎，两天不好干活了。是啊。是啊，我们这花菜有没得哦？啊？这竹林底下。怕有哦。你看这花菜中间都是竹竿子。这是有一下痒痒的嘛，那要搬出去的嘛。那是。这竹林本儿只适合种土豆儿，其他都不适合种。甩给我，顺便把那个灰勾进来。晓得。你浇干的，我要跟他泼一下，不然从我撒哟。这天粉丝来喷完凶得很，好怕搞到那秘密我没提交了。那高级我嘛是一条轻的粉丝嘛，高级边有我嘛是边的不是怕凶很多的，我都估计好呀，来一下看一下，看长点不长大点点嘛，小点点呢我得弄到灰。
蓝玉米撒了来哦。要的。一个是白玉米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白甜糯米。那个甜玉米不在街上去卖不好卖，哦白的还好卖，我就看到了，然后我就买了这白的，哦那浓的玉米。要记得这个尖尖的是啥子哦？这个四季豆的包噻。啥子呢？哇！红花四季豆，啥子？哦，开红花花的啊？啊。哦，又买的多，买三包，买的两口的。他妈几口萝卜？二十口。一口一窝啊？还是要再几十窝？又不要买这些喽，你点儿分量太少喽。懒人地爬瓜，就是不欠腾腾。哦，这叫八级。嗯。别买那个四级的了，啥子都没得送的，有几口儿，都不实惠，还买这个？这个才八十，你们看一下，姜豆儿一定要多种一点，然后种干姜豆儿、泡姜豆儿、尖姜豆儿、黑丝瓜。哦，这是冬瓜米了嘛？你要大干哪弄多？你这怕要摘，上千窝冬瓜都摘得起。你要开这个种这个冬瓜嘞，啊，人家是冬瓜哦哈。我要大肆整种冬瓜。啥叫两车就回去摘个？哎，反正拿回去包包，他也要弄那种。这米很都没用的。盖点泥巴，来吧。你长不长呢？长不长呢？哎，这脚子没好站起的哟。看我姐，够不够宽？关键是。你锅子赚点点嘛，已经弄好了，砖木有点烂，那个还差了点儿，然后又回去找点旧砖木来跟他盖。我感觉简直要到时候冬瓜要当当，起码是好几千窝，到时候不管谁，泰山站这些要的邻居家里面到处都满山遍野那摘，到时候我们山上背起背多一套就是大背小背拉就回。